大家好，我是 Yuti， 我是拉钩首席探秘官。今天要给大家探秘的互联网好公司是东南亚与台湾领航电商平台 Shopee。 我现在呢在它位于深圳市的中国区总部。 Shopee 所在的大楼非常的高大上，而且他们的办公区都在26层往上，是我最喜欢的高层办公。我现在到了 Shopee 29层办公区的前台，很可惜今天天气不好，不然他们这边的风景是非常好看的。然后整个前台用的颜色呢和他们的 logo 一样，全部都是橙色，配上绿色的座椅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现在我带大家参观一下 Shopee 的餐厅。其实这个餐厅除了可以在这边吃饭，它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的活动空间。那在 Shopee 每个月末的周五，他们都会举办一个 Orange Day， 会给员工过生日，也会介绍新员工，还有其他一些很好玩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请大家感受一下这面非常夸张的零食墙，这应该是我见过的公司里面零食最丰富的了，感觉是一个会让人长胖的公司。刚刚看到了零食墙已经非常的夸张了，那更夸张的是它这边还提供了种类非常丰富的冰棍，全部都是可以免费吃的。它这边还有种类也很齐全的饮料柜，真的是非常夸张。而且像这样的冰棍啊饮料柜在每一层都有提供。这面墙还挺有意思的，它其实是 Shopee 的一个购物袋的 logo， 但是上面呢全部都是吸铁石，是这种正反两个颜色的。这边有一个房间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它是零食储藏室。哇塞，大家感受一下，这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小超市。我觉得他们这儿完全囤积了大概得有一个月以上的零食。哇哦，我觉得比他们的零食仓库更夸张的就是他这个休息室了，竟然有这种很宽敞的双人床，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呢我发现他们这个上面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床品已更换。那其实公司的阿姨在大家睡完觉之后就会更换这个新的被子还有被套，全部都是一次性的，也很卫生。这边呢还有一个母婴室，我们也进去看一下。这个母婴室的环境非常的好，那它呢设置了3个这样的空间，很宽敞的单间，而且每一个都有这样的帘儿，非常的私密，而且面积也很大。我现在呢已经到了它的会议室区域，然后因为它的楼层特别高，所以视野很好。在 Shopee 每一层都配置了这种视野很好的会议室。我现在已经到了他们的办公区了，全员都是观景办公。我刚才扫了一眼，感觉他们好像全员都是配了一台 MacBook。 那环境这么好，我现在马上就去采访一下他们的员工在这边工作是怎样一种体验。请问一下您的岗位是？我的岗位是开发工程师。我是研发工程师。我是前端工程师。我 QA。也是 QA。是 PM。我是 Seller Service 的 PM， 就是做给卖家做各种营销工具的。跟谁产品经理。当时为什么加入了这里呢？跟传统的一些大厂的互联网公司都相比之下，就氛围比较轻松，然后大家也比较自由，然后就比较年轻化。就是看这家公司现在发展比较好，然后我也比较喜欢电商这一块，所以就加入了。有没有公司的哪项福利是你特别心动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公司的培训还有公司的这个假期方面还是挺好的，培训比较多，各方面都有。篮球、游泳、羽毛球、足球，然后还有一些桌游一些之类的一些俱乐部 club。 对，业余生活还挺丰富的。那换到这边来之后工作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临时特别多，加班也比较少的，基本上也这边也是不推荐加班。就感觉这边的同事就都非常好，大家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然后工作方面的话也比较好，因为现在这边都是新的业务发展比较快，跟同事们打交道啊，还有包括跟自己的 leader 打交道都很轻松，就很愉快啊。
每天也挺充实的，然后有提升，然后有提升的同时呢，又能为，就因为我自己本身挺喜欢电商的，所以就这个时候你能帮助商家，非常直观的能帮助他们吸引粉丝啊，能帮助提高他们 GMV 啊，就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成就的事情。我看到你们每个月好像都会有一个 Orange Day 是吗？你有参加过吗？就是各种竞猜活动啊，还有就是一些吃的什么的，然后这一个月来的新人都会在一起聚面。团队里的大牛多吗？挺多的，好像很多人都来自腾讯，然后工作经验也很长，然后处理很多技术上也有很多很成熟的想法，然后成熟的技术方案。你觉得公司的整体颜值怎么样？偏高。你觉得这边的成长空间如何？因为我们周围的同事都是从各个深圳各个大厂，还有或者全国各个大厂来的同事，然后其实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也挺多的，我觉得可以发展机遇也挺好的。而且现在东南亚的电商火平台这么火热，然后对自己机遇应该也是挺好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就是因为楼层高嘛，所以景观很好，而且你又是靠窗的位置。对。哎，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心情会更舒畅？会会，然后特别是如果九月份开学的话，可能有一股青春的气息会扑面而来。对。嗯，你对你的同事评价如何？评价，我觉得太正经了，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刚刚看那边的小姐也在笑，你们平时是一个很欢脱的状态。因为平常我们会就是讲一些土味情话，然后他经常我们会两个会互相 Q 对方。所以你的团队氛围就是这种可以互相开玩笑的，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是吗？我觉得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大家正好都是那种性格，然后又是那种年轻态的，所以会相对来说合作起来或者工作之间会氛围会很轻松，然后就感觉工作也很开心，不会太压抑。通过刚刚对几位员工的采访呢，我发现他们的团队非常的年轻，而且大家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在这边工作感觉是那种既轻松又自由的状态。到这里呢，今天在 Shopee 的探秘之旅就要结束了。这是一家让我十分心动的公司。首先，它的环境真的非常的合我心意，从这个餐厅到休息室到工位，处处我都很喜欢。看了他们的采访，我相信你们和我同样都能感受到他们同事之间的氛围是非常融洽和谐的。总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加入的公司。那如果你对 Shopee 感兴趣的话，就快上拉钩招聘 APP 投递你的简历吧。我是玉婷，我是拉钩首席探秘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那我刚刚听说你特别会说土味情话，所以你可以跟我 PK 一下吗？可以啊。你东西掉了。什么东西？你朋友掉了。哎，你们今天来我们这边的话，你还记得回去的路吗？你知道那条路叫什么吗？阿姨西的路。我在找一家店，一直找不到。什么店？你的来电。啊，你那里有点脏，要不要扫一下？哦，不要。啊。